们怎么没有迟到啊？没有，刚刚路上遇到金城武啦，跟他聊了一下。哎，白痴哎，我刚才遇到林志玲嘞。这是啊。你们怎么都可以遇到艺人啊？好厉害哦！拜托，我们上次还遇到外星人嘞，我也没有迟到啊。那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外星人啊？他们的那个头是不是这么大？还有那个眼。期中考太差，可能会被当掉。期中考考不好没关系，期末考考一点就好了。我们加油！想出一个动作，能够换一个笑容。那期中考不是没考吗？那你期末考就算考100分，你还是不会过啊。对哦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少考几科嘞。去看那个 ID 超好看的，这算很可怕。对啊，那个女生想出一个动作，能够换一个笑容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刚刚好像踩到什么奇怪的东西。什么奇怪的东西吗？不知道啊。什么？你有奇怪的东西了吗？好痛啊！雨婷，这给你。今天要买一送一，谢谢。今天见到你真的很开心哎。见到我这么开心吗？我也觉得很开心。尤其知道好喝的饮料，感觉今天会幸运一整天，耶！原来是因为饮料。你知道讨论报告吗？已经到什么时候了？应该快到了吧。刚才那个睡过头了啦。不会啦，我叫他都调一个闹钟。叔好，今天是你生日，我想要带你去吃一家超好吃的餐厅。走啊，走。这条路我们好像走了很多遍了。我好像有点忘记在哪里了。还是我们要吃这家？啊，我想到了，有一家餐厅特别好吃。放我们吃这家，那家在哪里？在你们那家店隔壁啊。等我带你去。不是，这家店我们就找不到了。走啦。嗨，久等了，走吧。啊，我忘记把钥匙，等我一下哈。拿到了。啊，糟糕，我又忘记带外套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用我的。好啊，谢谢。等一下，你闻到什么味道？啊，我刚在家里煮东西，忘记关瓦斯，等我一下哦哈。过分的劝逼着我劈腿，那你还有跟他联络吗？没有了，我先去一下洗手间。好，我决定好要吃什么了。他好像很难过，能不能安慰他一下？谁很难过啊？你心情不好，可以告诉我啊。你等一下，我先不要动。怎么了？想出一个动作。你现在认真看着我，是不是觉得我很体贴？我现在可以动了吗？雨婷，我想一直保护你。好。我是说，我希望可以一直陪在你身边。我知道，你其实一直都不好意思说，对不对？你也不敢一个人看鬼片，对不对？那下次我们把大家都找来啊，这样子就不会怕了。刚刚那边真是吓死我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浩浩许书豪。刚在剧中听到的歌是我的歌曲《内心戏》，在10月份的专辑里面也会完整收录，希望大家多多期待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